把球抽回来。前 NBA 全明星球员表弟卡森斯加盟 T1 联盟台啤永丰云豹队，20号迎接来台首战。云豹主场桃园巨蛋场边出现大批球迷前来朝圣。我想说，难得可以在台湾看到，就除了 Howard 之外的另外一个 NBA 等级的球星。然后因为 Cousins 也是入选过蛮多次明星赛的，然后可以看到以前的国王队中锋就是 Cousins， 所以想说来支持一下。球迷拿着门票兴奋不已，相关周边商品也出现买气。而面对卡森斯将身披台啤云豹战袍首次出战，台钢猎鹰也准备接招。代理主帅林玉正透露策略，将由身高230公分的德古拉主手。至于卡森斯的前队友布拉因伤无缘登场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